女朋友依家搞嘢，叫床声变咗做屎尿，无论点样佢都系嗌呜啊呜啊呜啊，你可以享受一下。做啲咩啊？呜啊呜啊呜啊，可以试下同男朋友讲啊，惩罚游戏，输咗结果要扮屎尿。我条女搞嘢嗰阵时，一定要听住周恩婷啲歌。啊，我哋一齐为佢默哀。喂。我不知道還不還給周恩婷聽好一路進出的時候都是一路捽腳趾的嗎？可以啊，假設我這個是個人，然後你的屁股可以這樣，不行不行，你不行不行，你住你得住你得。我女朋友會幫我春袋改名，會隨時跟她聊天的。今天吃什麼好啊，袋袋？我不是問你，我問袋袋。好像都挺好，我可以說袋袋說想吃壽司，你是不是不聽袋袋說？你是不是很不喜欢袋袋啊？你不喜欢袋袋你切了它。帮它用口的时候会捏它的 J 毛。哈，即是若然我被人掹 J 毛会软的，但是你不代表第二个男仔是这样。男仔唔该答一答，有人帮你用口的时候一路在掹你 J 毛的，你会不会软？现在即刻在下面留言我听，不准吹水大会啊。掹越硬那些不要 DM 他 DM 我讲 , 笑。如果你是看 IG Reels 這個 YouTube 的 Podcast 節目，我經常都會在 IG 收集問題，踴躍回答多一點，我就多一點跟大家分享了。睡著來聽，又到星期五了，今天又見到 Kinky。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你的反應呢通常都會說慢 0.5 秒的，我發覺自從上次拍完之後我就開始覺得這件事有少少叻機，但是好事來的，好事來的， OK 的。那今次找你上來呢又是談那類型的 topic， 因為我之前在我 IG 那裡又收集了，就是問大家有沒有遇過什麼搞笑又或者奇怪的性癖啊，那我收集完之後都有一堆比較有趣的，慘是慘在不可以公開名啊，有一些是同行的朋友來的，那有一些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性癖出現的。當然在講大家的性癖之前，就當然是請問一下你先啦，係啦，即你自己嗱，你聽過又得，自己嘅亦得，你覺得自己嘅唔好意思講，你撈埋佢啲聽過嘅又得，你有冇啲得意嘢分享一下？都唔係好特別噶，可以啊，因為你聽我個名字就知道已經好性癖係嘛？邊個喎 ？Kinky 性係有少少嗰個意思嘅。嚇？係啊。咁即係點解？形容詞係我唔知喎，呢個真係係我睇下個 Google 會點樣 translate 先。What？ 如果將 Y 改成 Y 嘅話，佢嘅 definition 係係性癖的。哇！原來你改呢個名字，你係由幾大個開始用呢個名㗎？唔係我改的，可能。系咯，都有咁上下年紀，不過我有性癖都有咁上下年紀啦。哇！即係你係因為性癖而得到呢個名噶？又唔係嘅，只不過後屘發現嘅，又覺得幾親我嘅。咁快啲講啲出嚟啦！你個關子賣大咗嚇，冇理由你個名係你個性癖噶嘛？我中意玩 SM 嘅。呢個好小事啦，好小事。但係又唔係即係所謂嘅好小事，係大家都唔陌生啊呢樣嘢。即係尤其是有睇你同埋有睇過喺我嗰邊出現嘅你都好，大家都應該知啊。所以我 feel 到大家應該會想知道具體啲。具體啲，捆綁都好小事係咪？或者係料。OK， 這個有中到入面某一些喎。我因為我今次就收集係大家的性癖啦，咁然之後我就分了幾個 category 嘅，咁有玩嘢啦，有好笑啦，有普通啦，亦都有嚴重啦。關於尿嗰個，我係擺咗入嚴重啊。嚇，居然唔係好嚴重，好輕強咋？嗱，有冇啲好唔輕強噶？好唔輕問下你先，我唔係聽過嘅都得。唔係我係聽過嘅，有啲綠帽癖可能唔中意自己老婆出去玩多 P 咁。係真係，你有冇識得啲咁嘅朋友啊？我冇識得，不過我喺嗰啲係咯，喺網上見到過呢啲。哦，我成日都以為呢啲係傳說聽翻嚟咯，係我唔知喎，有冇人係真係有朋友？是有這個綠帽癖的，即是喜歡看著個老婆跟別人搞的，我是理解不到這件事的，暫時是。
都唔想你喺度，不過佔有欲比較強，比較強，比較唔強，比較冇。I mean 你佔有欲強，我覺得算係普通嘅佔有欲啊，呢個都係，即係唔會話一唔強就即刻誒嚟一六冇啦，即係唔會係咁噶嘛。六帽，喂，冷静啲，唔需要六帽，读少少啲普通嘢先啦。呢一个我系听唔明白噶，我全部唔开得名啦，因为收集嘅时候应承咗大家唔可以开名。听到嚟呢度嘅观众咧，咁就可以留意一下我 IG， 第时会再收集问题啦。到时你见到收集问题嘅时候，就踊跃少少，再讲啲嘢俾我听，咁我就会好多嘢讲啦。好，咁第一个就系、我听过有个女仔 friend。每日臨瞓之前一定要對住埲牆面壁五分鐘先上床瞓。完，我唔明白呢一個係呢個係性癖咩？呢個係瞓癖啫嘛。應該都唔係性癖嘅瞓癖啊。係咯，呢個係普通嘅奇怪習慣咯。我又唔覺得係啲咩性癖喎，定係對住埲牆面壁呢一個嘢其實係一啲代號嚟噶，會唔會啊？其實。如果是说面壁的时候要想那些东西，那就有点奇怪。都很奇怪，他对着为什么他不放在床上想呢？就是为什么对着墙来想呢？那这个我是完全不知道他是为什么，所以给不到什么评论。那接下来呢，这个呢就是 cosplay 的，但是 cosplay 得来呢，我就觉得有一点神奇啦。就是他说有人是喜欢穿着清洁龙阿德的公仔衫进行爱的鼓励，即是搞紧嘢的时候是穿着清洁龙阿德啊！大家应该知道清洁龙阿德是哪位嘛？系啊，好干净噶嘛。其实佢未必好干净，因为佢负责清洁。但是有人喜欢蜘蛛侠，都有人喜欢呢啲都唔奇怪嘅。不过清洁龙是第一次听。系咪中意蜘蛛侠？咁起码佢套衫都仲系人形啊！清潔龍有條尾喎，咁到底係進攻方係清潔龍啊，定係受方係清潔龍呢？咁如果係受方比較辛苦啲嘅，因為如果要喺後邊穿個窿，唔係咁受方都唔辛苦，都係進攻方辛苦啫嘛。佢咪有條尾係咁喺度擋住自己咯。但係如果係前面嘅話，就可以喺前面轉個窿都 OK 嘅。OK。但係嗰條衫。我唔知道，我成日都凝住嗰度衫，我用氣球做嘅。星期六阿達，我凝住啫，因為咁樣我就想到一有個窿咁咪，咁咪漏氣咯。嗱，跟住有一個係擺到明玩嘢嘅，純粹係玩我啊 ，feel 到。胡杏兒同埋許志安嗰套劇啊，首歌叫做《朱先生》，算唔算性癖？呢個係一個我長期嘅觀眾，突然之間俾咗呢一個。我有聽過首歌喎，唔覺得似性癖。唔係啊，唔係朱先生啊 ，Mr. Pig 啊 ，Mr. Pig 朱先生，朱先生。哦。咁姓朱咪姓癖咯。哦，係喎。哦。Holy。好啦。哦，原來係咁。點算啊 ，Kinky？Kinky 點算啊？冇嘢，你嘅智商唔係我嘅智商，我相信冚過我嘅智商夠大。我好中意同你拍嘢，因為通常咧，我先至係戇居嗰個。通常都係嘅。好多謝你，開心下啦。係啊，我依家好開心啊，所以嗱，跟住呢個嚴重啦，呢個真係嚴重。酒瓶膠唔用 KY 酒樽啊，唔用 KY， 用精油。高潮完先性交，听完都惊嘅喎。酒瓶喎、啊，系男人定女人？咁又唔知道，好系咯，都谂一谂啦。但因为酒瓶佢有个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唔系一碌棍啊嘛，系佢中间系唔系同埋佢中间系通窿噶嘛，咁。到底是什麼感覺啊？這個就這樣聽，你覺得這件事是可行還是不可行啊？Kinky，其實我有看過一些奇怪的 AV 的，是有這些情節的。是。那我不覺得這個奇怪，但是我建議消毒好，做足安全措施。這個劇裡面都是酒精，是啊，酒精。是啊，是啊。哦，那
咁唔通你病咗飲酒就會被酒精消滅咩、啊啊啊、？OK OK， 你啱，好好癲喎！但係佢係話唔用 KY 用精油，我想問我係唔知咩係精油啊？你係咪會知啊？精油精油可能係按摩精油，又或者係啲乜嘢？有一啲精油可能係嗰啲乜嘢高潮精油，之前有聽講過有啲咩 CBD 精油嗰啲。雖然可能不知道這個是否敏感詞彙、應該不會聽過而已、嗯啊、即是會厲害一點、啊、還是會易一點、啊、即是高潮是我都沒用過不過、用過相似的一 些液體我覺得、都是看回個品牌和產品的雖然我都不知道哪個最好、okay. 可能同一個牌子有時候它不同系列都有一點的差距看回你喜歡而已這個已經很厲害了這個分享我覺得但是它是高潮完先至性交啊那我就覺得不明白了這件事、可能它高潮完先至性交它會再 high 一點 是真的有可能的有可能是那些欲求不滿那種 Oh my god 聽完都害怕、嗯、好恐怖哇我不記得開燈不要緊現在開了哦、好跟住就呢、這个又是玩嘢啦，指定找 E.G 打飞机、嗯、啊，估唔到你有呢个性癖、哦，而我都唔知添，啊，都系一个睇开我嘅观众嘅留言啦。咁呢个直接唔理啊。嗱、啊、，OK， 跟住呢个就试过俾女朋友拖去一个暗角位，跟住叫我用手指帮佢嗰个，佢话咁样先至会 high。嗯我都可以理解的有些野戰 feel 是不是、哦、即總之是野 我不知道我死了我經常都覺得我的人呢暫時我自己 觀察我自己的人呢有一點沒有這一方面的即我不會因為它是野戰而覺得特別興奮我不會、哦、我只是覺得會很麻煩哦，都挺好的這個性格是嗎應該是不是太受新鮮感刺激的人來的哦，即原來是這樣、啊、我猜了因為它這個是個環境嘛、嗯、即是它其實理論上應該用環境去令到你多了一種感覺嘛、嗯、我這個應該跟新鮮感不知道大不大關係呢因為喜歡野戰的人可能野戰了50次之後都喜歡野戰的嘛是的、哦、我又未想過這個問題、哦、是的但我經常只覺得這件事很煩、哦、即首先在外面又污糟、嗯、然後又可能清潔又很煩、嗯、然後又可能被人發現、嗯、那些東西我會覺得唉太多事搞了這件事、嗯、可能那些人就是怕那種怕被人發現的那種感覺你呢 Kinky 我 啊我對野戰是普通感覺的不是那些不能被人發現的位置不能被人發現是、啊、即是不是只是野戰可能很容易沒人、啊、即但是可能是一些容易被人發現的位置那些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是 high 一點我不會我有點害怕我害怕被警察叔叔拉對啊我自己都是啊所以就不是很明白但是他这个他女朋友其实都轻口味的那是手指啊是那这样东西又拉不切的拉不切一缩回去没事找东西啊找东西纯粹找东西不见了电话跟阿Sir说好那跟着这个呢就比较激动了这个是一个男仔讲的那我觉得他有点惨他就说我条女搞东西那时候一定要听着周恩婷的歌啊我哋一齐为佢默哀。喂，我唔知话唔话翻俾周恩婷听好，好癫喎！佢逼咗个男朋友录冇咁滞，即系个意识形态系咯。我至少觉得，我觉得个感受应该会好差。嗯，唔紧要，等到女朋友生日嘅时候，我已经帮你谂好个惊喜啦，买嗰啲360度环绕嗰种 speaker， 跟住你哋喺间房度。你帮紧佢录舞多角度录舞啊？咩事啊？等大家都开心啲啊嘛！条仔点得嚟开心啊？佢又唔系周恩婷本尊咩事？佢睇感开心。哇！我戥佢伤心啊呢个。然之后咧，呢个就同行讲嘅，就系啜脚趾啊。
捽腳趾，係啊，仲係一個幾熟悉嘅同行添。嗯，好想知係邊個？嗱，你唔好啊，唔好啊，費事啊，頂。我唔知道，我費事啊，捽腳趾你點睇啊？捽腳趾我覺得幾好。平時中唔中意食鳳爪？我食嘅，但係我都有感覺過，如果我自己係嗰個捽腳趾嘅人，之後再食鳳爪，我就覺得自己。好像兩樣嘢係相等嘅咁啦，但係咩事有冇咁幼嘅腳趾啊？跟住咧，但係我係中意俾人捽腳趾，所以我覺得個感受係幾好嘅。真係㗎，因為我唔會 judge 任何嘅性癖嘅，我純粹係會研究一下嗰個著弱度喺邊度啊？我覺得係因為你一邊喺度進出緊嘅時候咧，你嘅腳趾有啲俾人捽緊嘅嗰種狠狠地嘅感覺，係會加速你嘅嗰種。痕癢的感覺，我開始 confuse 了，一路進出緊嘅時候，都係一路捽腳趾咩？哎呀，假設我呢個係個人啦，跟住你個 pat pat 可以咁樣啦，跟住唔係先，唔得，咪住，呢個係個女人定係個男人？呢個係個女人啦，佢可以瞓低。嗱，咁呢個係腳背嚟噶咯，瞓低係咁噶嘛？正瞓係咁啦，跟住咧佢就雙腳咁樣曲起身啦，咁樣咪斷，你咪意思先，捽腳趾唔係斷腳趾喎，你係咩啊？唔會噶，你咩咁樣啊嘛？差不多啦，總之就是這樣躺在那裡，跟著對腳這樣排起來，假設我現在這個是腳。你剛才那個起得很黏線啊，即這個很另類啊，如果這個是性癖。跟著 Go! 跟著他就可以這樣去對腳這樣有些打開，跟著這樣的時候，跟著就可以拎著那個腳。明了。Oh my god! 那你會不會gel夾的？我不會gel夾。我手和腳都沒有 gel， 那也好一點的，其實因為那些有化學的東西我但是 gel 好了之後它應該就變成一個好像其實都相當於一個電話的就不會什麼的、okay、我覺得的但是努力啊那些就不知道會是什麼化學什麼啊洗的嘛洗了腳先的嘛還是唔洗系会兴奋啲嘅，好，中意唔洗嘅观众留言，佢避啦，哇好癫喎！依家搞，因为咧我初仲喺度谂紧咧，我呢一个同行咧，佢女仔嚟嘅，佢讲捽脚趾啊，我见佢个人都系一个比较斯文嘅人啊，我初觉得系佢又系作啲嘢嚟玩鸠我，但系听完你咁样讲之后，我开始谂紧呢个人。不過我覺得男仔捽腳趾又有，女仔捽腳趾又有，不一定是哪一方。有沒有互捽？有沒有研究過互捽？即不是有個位叫六九的，但是捽緊於是腳趾啊，好像都好似是 work 的，有幾刺激啊？好撚癲啊！嗱。這一個呢，哇死了，我覺得我怕我今天不夠題材講啊，但是講埋先啦。嗱，這一個我就覺得比較黐線嘅，男仔講嘅，我呢就有剃 J 毛嘅習慣嘅，但是女朋友成日都話好吉，即尤其是係啲 J 毛生咗少少出嚟嘅時候啦，佢就話要我啲 J 毛落護髮素，搞到我條 J 成日都好滑啊！咁咪唔係更加好咩？滑啲，佢唔係做緊嘅時候都好滑喎、啊！你諗下，經過護髮素去潤嘅嗰啲位置，我大概估到嗰種滑度嘅護髮素。Thank you。哇！呢個真係慘喎、啊！咁你啲護髮素咪用得好快咯？係咯，但係會唔會生油脂粒㗎？係喎、哦，我又冇，我好想佢話翻俾我知。如果你有睇到嘅話，你話俾我知，因為護髮素如果你洗得唔夠乾淨啊，其實會生油脂粒。咁我最近得到嘅資訊就係，你用護髮素洗頭，如果你個頭係向呢邊，會導致到，因為你沖涼有陣時候可能沖到背脊㗎嘛，有陣時候會導致到背脊呢個位置會有暗瘡啊嗰啲嘢咯。咁唔知道你 JJ 有冇啦？OK， 跟住落嚟呢個都幾奇怪嘅，望落啲畫面都有少奇怪。唔係冇畫面望嘅，所以我諗落啲畫面都有少奇怪，就係著 legging， 連埋個男仔兩個都要著。
吓？两个都要着 legging。咁系 legging 癖咯，系咪 ？legging 癖，你有冇听过人有 legging 癖啊？我未听过，但系我有听过男仔中意睇人哋着 legging 嘅，但系未听过女仔想要男朋友着埋喎。系咯，都几性感嘅个画面。点解 legging？ 可能两个人一起着埋喺度跳舞咧，都几性感，做瑜伽，或者佢中意睇个男仔突出嗰一部分。哦，唔係啊，顧林少嗰部分係咪都會突出噶嘛？又唔係嘅，著得太寬鬆太闊嘅話就睇唔到。但係最終要除噶嘛，佢哋要搞嘢。可能佢中意嗰種若隱若現嘅感覺。哦、不過我有新嘅建議。嚇、啊！可以試下。睇嚟咧，勁你本身都有興趣喎，已經喺呢個有新分支。我冇啊，係啱先諗到嘅時候個畫面咧，諗到如果你哋兩個轉做兩個都著住黑絲，會唔會更加性感？哦，喂。條仔都要著黑絲，係啊係啊，咁咪、啊、又好似 legging 咁樣緊緊地，跟住又可以透視咯。OK 嚇、啊，但因為我係覺得咧，如果 legging 個男嘅著都起碼可以當佢咪運動型，但係如果條仔都要著黑絲，得唔得啊？好滑㗎！嗱，其實我係咁諗嘅，我係問個女嘅係咪真係都得，因為個男嘅咧理論上唔係好睇到自己嘅腳啊。但係個女嘅會睇到自己條仔係著住絲襪。你覺得是 OK 的？我不知道、啊、要看回那個題目。不是問題就是如果是你和你男友了、嗯、那兩個都穿著絲襪這個畫面 你會不會覺得是我覺得有點奇怪那你又建議啊如果不是就我不穿他穿如果不是就我穿他不穿即是他穿你不穿都可以的可以啊，可以試下。你會不會笑住咁樣搞的？會啊，都幾滑嘅，我覺得。Oh my god！ 我會強行咁樣掹開佢。O K。撕開佢。Kinky 嘅建議，男仔著絲襪可以試下，新鮮感。好乸變態啊！啊，咁跟住咧，你有冇試啊？嚟咯喎！嗯。我女朋友会帮我春代改名但是春代得最多得两个在做爱以外的时间会随时跟她聊天、啊、今天吃什么好啊代代我不是问你我问代代好像都挺好、啊、你问一下你男朋友觉不觉得挺好假设我今天就是想吃寿司但是你不想吃寿司我可以说袋袋话想食寿司喎、哦，你系咪唔听袋袋话？你系咪好唔中意袋袋啊？你唔中意袋袋，你切咗佢。冇错。黐下线啊！你觉得呢个系有趣嘅？几？但我觉得，若然身为一个男仔去面对女朋友，若然讲呢样嘢，我自己觉得未必有趣。你会好无奈啊！即如果他癲起上嚟，佢將袋袋變成為咗一個生活入邊真係要，即可能當有個公仔咁樣。你即係譬如啲情侶有嘅時候，個女仔好中意個公仔嘅，可能會幫個公仔改名啊，跟住可能攞嚟同男朋友傾下偈咁樣，我覺得正常。但如果當嗰樣嘢變成咗一個春袋，咁佢就拎起個春袋同佢男朋友傾偈，咪就係咯？咁點算啊？哇！點搞到嘢嘅咩？咁搞嘢嗰陣時咪仲奇怪？唔緊要啦，你可以話我都明白袋袋嘅感受嘅。意思你如果個女仔出下街，然之後同個男仔出下街，然之後個女仔冇得問，喂袋袋焗唔焗啊？你女朋友好分裂，冇錯。我只能夠講嗱，咁跟住呢個咧就係、是、哦都係啦。佢話玩野外咧就特別興奮，係、拍住嘢嚟搞嗰啲。咁又係同都唔可以話同行嘅，係一個跳舞老師嚟嘅。但係如果係野外又黑咪掹咁樣點拍啊？夜視鏡。哦，犀利喎！係拍出嚟嗰啲全部綠色、黑色、綠色、黑色嘅。咁好似嗰啲兩個綠巨人喺度。屌啊！黐線啊！我唔想諗個畫面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野外不 sorry 拍住东西拍住东西搞其实是真的会兴奋一点的吗？
可能有些人有這樣的癖好吧。 OK、我只是會覺得很，若然真的要這樣做，很覺得會流出、我也覺得會很害怕。是的，只是覺得有流出的可能性。是的，我覺得這樣就不會享受那段性命。是的，是的，你只是會看一下那些光圈 ISO 快門到底啱唔啱啊？呢啲系咪攝影師嘅諗？係啊，成日啲燈到底有冇打好啦？就係會覺得我唔知道，我因為這些呢啲咧，除咗喺即係譬如上網見到有呢啲之外咧，依今次投稿又見到呢啲，搞到我覺得哇死啦！呢啲嘢其實係咪好啊 common 啊？然之後野外啊，拍嘢啊嗰啲嘢咯，跟住就會覺得唔通我先至係奇怪嗰、那個？咦？咁啲相機商家依家係咪應該快啲研製出嗰啲可以野外，跟住又可以拍性愛自拍影片嘅相機 ？GoPro 賣咗廣告啊？咁計唔計 ？Osmo Pocket 咯，都可以噶。其實最緊要都係盞燈咯，即係買盞靚啲可以 portable 嘅燈咯。哦，唔係即係個器材方拍嘢角度，拍嘢角度。嗱，跟住咧，呢個就少少弱智啦，都亦都比較無奈啊。女朋友依家搞嘢嗰陣時啊，叫床聲變咗做似卡話，無論點樣佢都係嗌烏啊烏啊烏啊，都犀利喎！你可以享受一下，享受啲咩啊？享受同似卡話，唔住笑到我彈。點樣可以？我唔明白我其實覺得搞唔掂啊呢件事。一个男性的角度，你有冇睇《刺卡话》？我冇睇，其实啊，你可以翻去睇下。好啊。然之后你再谂下，如果个女朋友搞嘢嘅时候，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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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想象净系可以想象到男朋友咁样，我已经听到把声，已经觉得唔系咁好。一定男仔死梗啦！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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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得，笑死！我痰饮。我飆到個男的都會軟咯，如果他真的要扮住自己，唔係你第時你第時玩嗰啲懲罰遊戲，你可以試下同男朋友講啊，呢個懲罰遊戲抽籤其中一個輸咗，結果要扮自己話。嗱咁跟住呢一個咧，我擺咗入嚴重嘅，咁就係頭先你講嘅，佢係話。搞搞下屙尿落人哋个口，咁系一个女观众嚟嘅。搞搞下屙尿落人哋个口，但系你头先提到嘅尿就唔系咁样嘅。但系我听讲咧，即系性交紧嘅时候咧，无论系男定女啦，因为佢嘅性器官咧喺度运行紧啦，所以我净系知道男嘅一定唔得。系啊系啊，女仔好似都唔得，我都唔得。咁可能佢系搞搞下，冷静下。咁都理解到嘅嚇，咁、咁唔係理解到啲咩啊？理解到佢可以即係話點樣將個毛轉翻過去。哦，但係我以為你話理解到點解佢會咁樣做啊？我未理解。咁但係咁，你話嘅尿係點樣啊？都係係咯，我覺得都係屙喺人哋身度。哦，OK， 你咁你嗰個我擺落冇咁嚴重啊，張會。嚇！佢個屙落人哋個口都嚴重好多。我都覺得好嚴重。嗰陣味真係頂唔順啊！我覺得。我唔知啊。我覺得頂唔順。Oh my god！ 雖然我聽講過嗰啲話冇水飲嘅時候咧會飲尿噶嘛啲人。唔係咁嗰啲係。環境逼成，OK， 那些冇人想的那些環境逼成就另計啊！你依家是為興趣啊嘛，屙落人個口度。咁會唔會佢哋 cosplay 嗰個好惡劣的環境，跟住末日風啊，廢或者廢土風咧？冇錯，黐線要爆！我哋而家冇嘢食，冇水飲，又多一個 cosplay 主題。黐線，點解會玩呢啲？要整到自己個身勁污糟先。哦，搽曬啲泥嗰啲。哇，係啊！然之後我最近咧，係見到有個 AV 咧，佢係成身變咗做金色咯。嚇！咁變態。即係金，成個人都係油曬金漆。嘅人咯，我唔明白，我係唔明白嗰個
那個有趣度係喺邊噶？我都唔知喎，不過我之前有聽講過嗰啲中意嗰啲膠質皮衫嗰啲咧，會唔會係嗰啲嘅進化體啊？膠質又漆由漆皮去到油漆喎，依家係我都唔知啊！哎呀，但係係有呢樣嘢喎，我係最近見到有金色啦，有銀色。我是不明白到底個有趣度是在哪裡。不過我覺得在心理學的層面上來說，有可能是他小時候的時候剛剛好第一次接觸到性的時候跟這件事染上了關係，所以他從此之後有這個性癖都不定。即是他小時候的時候假設我搞銅像啊我都不知道啊，可能 他第一次不小心在個電視看到人剝嘢的時候，他是在那裡畫緊啲油漆呢。 Oh my god 但是這樣，因為我知道這件事之後，我其實就醒起一套以前看過的美劇，是我不記得了，是不是叫 Spartacus 啊，總之是古羅馬有定是斯巴達呢，總之是有競技場，那些人在裡面要打三打四的那一隻啦，然後去到某一集的時候，他理論上應該是還原那段時間的文化的，那一集的那些人搞事的時候呢，但是不是平民咯，即有少類似貴族和那些奴隸之間的，正常是個女主人的那裡東西，然後就他有他鬥獸場裡面就有些勇士啦，那些勇士呢就是游到自己陷的心都是金色，然後去跟個女主人搞的，即這個可能直情是一個文化，以前的文化來的。好像都挺性感的，突然想想下我可能現在聽緊有女 S 啦，你可以幻想一下自己很尊貴的時候，跟住你的仆人全部都油上金色的那種感覺。哦，是的，即是入面我家金碧輝煌，沒錯，連兒子都金色的，沒錯，金棍啊，金棍啊，哇，好癲喎！原來啊，咁樣又 make sense 喎！你咁樣講完之後，其實我唔知道嗰啲油漆係咪真油漆咯，同埋，因為如果係真油漆嘅話，唔知佢點洗咯。係咯，不過有啲人體顏料嘅，但係如果人體顏料搽到喺嚼嚼度嘅時候，咁嗰個金棍咪會甩色咯。係喎，佢要來，佢要出要入好多摩擦嘅喎，金棍甩色。好，即刻好脆弱啊！成件事，成身都是金，突然之間，肉色的啊，呢個我都不明白。但是既然佢可能是曾經的文化，有觀眾如果是知道佢是點解會咁樣的話咧，我想你話翻俾我聽。呢個我唔記得做 research， 真係唔好意思。定係我試下依家做下 research 咧？可以。但係應該打咩字啊？成身。金色做愛好直接喎，你係啊，冇啊，但係冇啊，定係呢啲係有，定係呢啲係有佢嘅專有名稱啊？冇啊，冇啊，冇啊，諗揾唔到。咁可能太少眾咯，係咪？我係呢種感覺嘅人。就係呢啲啦。你睇下佢金到咁嘅款喎，都幾怪異。不過會唔會有啲似嗰啲中意捉手癖嗰種感覺？你有冇睇過嗰啲捉手？我知道嗰啲。捉手 AV 真冇睇過，反而係嗰啲咁樣嘅嗰啲咩啊？嗰啲 H 動嘅時候係有見過一下咯，有睇過啊細個，但我係理解唔到嘅都係，但係金色關捉手咩事啊？好藝術家喎成件事。哦，你畫畫嘅我就我唔知啊。你畫畫嘅我就理解到你理解到嘅。我唔知啊，我淨係諗每一個人嘅世界應該都唔一樣，每一個人嘅性癖可能都有少少唔一樣。哦，咁呢個都係嘅。不過祝你哋可以遇到一個同你哋性癖可以 match 到嘅人。係咯，即係希望刺卡華嗰個又可以揾到個飛鼠。大家即係哇哇哇哇！正好啊！啲你冇人知道你哋搞紧嘢啊！揾到啲图，以为觉得自己差唔多到终点啦，但系结果又唔明白，去到拗晒头，谂唔明白，即系咁样咯。但系咁样系哇，都好性感啊！咁样又好性感，
個女人都好性感喎，原來。但係唔知點解，唔知呢個係原因係咩？咁樣會性感點？成身都金色。可能會覺得自己嗰種主人嘅感覺會多啲。會多啲，OK。然之後咧，就有呢一個啦。呢一個我就覺得比較變態嘅，就係講緊搞嘢嘅時候咧，會用呢一個。可能是用一些皮又好，用一些黑色的布就好啦，那就是冚住個女仔的手和腳。手和腳？是啊，那我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是不知道是叫做什麼，可能幾張被還是怎樣啦。然後他這樣就是覺得好像，這個有點瘋了，這樣就覺得好像只剩下我身。哦，我知道，會不會是我有，雖然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但我有聽過有喜歡有戀殘疾的，即是說是咯，不好意思，如果是，不要緊的，如果是，這是說得的嘛，我覺得，即是，哇，是戀殘疾的，聽說過，我只是聽說過，不過其實這樣也好，可能他會喜歡了一個需要人照顧的人，跟著兩個人可以這樣幸福快樂地生活下去。哦，但係會唔會係佢呢個程度又未去到真正戀殘咋？佢呢個程度係揾啲嘢遮一遮啫，因為好恐怖啊！去到呢個地步，呢個係又係理解不能啊。但係就照顧欲比較旺盛一啲，希望照顧一啲比較弱小嘅一啲團體。佢係搞嘢喎。即係呢個係一個男觀眾嘅投稿嚟嘅，呢下有啲癲，希望你呢我唔知啦，因為我聽落去大概好似有明咁樣啦，咁但係就希望你呢個癖好唔好進化得太犀利啊！如果唔係就好危險噶啦，可能有差人叔叔噶啦。差人叔叔。嗱，最後一個啦。今日呢一個 podcast 好快完添，一個鐘都冇啊，點算好啊？冇咁多性癖啊，可能。唔緊要，時間越短越珍貴。哇！你好識做主持啊！今晚嘅瞓住嚟聽好珍貴，我 feel 大家未瞓著就應該已經聽曬。咁最後呢個咧都係弱智嘅，但係就呢個係男講定女講嘅咧？女講嘅，就係幫佢用口嗰陣時候，會搣佢啲 J 毛。嚇！好痛喎、啊！我想講呢個係滿清十大酷刑嚟嘅喎。如果我係男人，我會即刻咁樣做咗。我個人認為咧，呢、這個 J 毛掹出嚟咧，個痛感咧，其實大概同激光脫毛有少少似嘅。真係啊！我覺得係。哦。係啦，喺嗰個痛嘅情況之下，其實就。我自己覺得應該就會軟的，我不知道，因為很搞笑的一件事就是我經常覺得呢，男仔不透過影片去見到鋸是一定少過女仔的，種類啊，不是次數啊，即你明白嗎？即男仔要看到第二個男仔的鋸，實物見到，其實理論上是一定少過女仔的。嚇、啊！真係，我點會？你諗，你點會唔係啊？我曾經聽講過嗰啲男仔去廁所咧，即係話可能你係男，我又係男去廁所，跟住隔離就望到對方噶嘛。係，唔係咁嗰啲你可能細個嗱講真，細個可能真係會因為好奇咁誒睄一睄嘅。咁、但係你唔係嗰個狀態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一個。準備搞嘢嘅狀態去見到嘛，所以其實男仔咧係真係好唔了解男仔嘅，因為你頂多都淨係了解到自己，但係自己代唔代表其他男仔都係咁啊？即係若然我俾人掹張毛會軟嘅，但係你唔代表第二個男仔係咁啊嘛。但係依家咁啱就有一個咁嘅性癖係咁樣啊。嚇，咁到底佢條仔有冇軟咧？如果嗰、那個即係你有睇緊嘅話，係個女仔講啊嘛。我覺得物理上個男仔一定會軟，物理上。是咯，我都覺得是會咯，但我不知道啊。嗱，男仔唔該幫手答一答，如果有人幫你用緊口嘅時候，一路喺度掹你鋸毛嘅，你會唔會軟？依家即刻喺下面留言我聽，唔准吹水大會啊，唔准話我、哦、越掹越硬啊，唔准，即係你唔可以喺度講呢啲大話嘅。越掹越硬嗰啲唔好 D M 佢 D M 我，講笑。
講笑。黐線做咩？你開始想掹毛毛啊？唔得，我會被差人叔叔拉走噶。啊，掹咁又唔會，掹住毛啫，點拉啊？小姐，我哋而家決定要告你，你掹人住毛。唉，嗱，好啦，我係相信有呢個性癖嘅，但係我好想知道到底你哋完唔完到事啊？係啊，即係會唔會係咁重新嚟過？你明唔明啊？即係進行一掹，哎，重新嚟過。肯定唔會，因為個張毛掹曬就完咗。去到掹曬啊！咁死得人多啊！佢死梗喎，去到掹曬，嗰條仔一定喊住走啊！黐線，掹曬之前已經分咗手啦，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性癖，你掹幾條咧，可能某啲仔都仲覺得，唉，由佢啦。唔係，我要掹曬。但係如果每一次做都要掹幾條，一個星期就做兩次，咁係咪掹兩個月就掹曬啦？好，唔係，冇咁少嘅，冇咁少嘅，OK， 多嘅都多嘅 ，Oh my god！ 睇嚟都有排掹啦。掹幾條係唔會導致到兩個月掹曬嘅。咁即係話一次可以掹十條。啊、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男仔对于毛其实有多少都不敢都不了解的嘛、你只能够知道自己嘛，都是那句、所以女仔一定清楚男仔多过男仔，我个人认为、至少即你不是女人去知道男仔的生殖结构啊，其實分分鐘真係可能會比男仔更加犀利、因為男仔頂多都係淨係可以知道自己嘅，你好少話知道其他男仔嘅，比較少嘅呢啲情況、好，今集去到呢度啦，唔夠一個鐘添，但係咁係代表咩？咁係代表大家嘅投稿未夠踴躍啊！咁啊唔緊要嘅，大家睇到呢度嘅話，如果你係睇緊 IG Reels 去見到我哋啦，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 YouTube 嘅 podcast 節目嚟嘅。咁我成日都會喺 IG 嗰度收集問題啦。咁第時大家見到嘅話咧，就踴躍答多啲，咁我就話多啲同大家分享啦。好多謝天傑今日又走咗上嚟陪我傾埋啲咁有趣嘅 topic。大家記得 follow 佢，大家記得 DM 佢。唔使啦，我會跪玻璃啊！跪玻璃啊！跪毛毛啊！好啦，去到咁多啦，下次講啦，拜拜。